中华民族经过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在举国沉浸在欢庆抗战胜利的时日，中国又面临着两种不同前途、不同命运的考验与抉择。代表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力图通过和平的途径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而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集团，企图独霸抗战胜利果实，将中国社会回归到旧有的专制独裁统治。国共两党之间，一场关乎中国光明与黑暗、前途与命运的决战，正式拉开了历史的大幕。这个底片洗出来的，那个应该这一套放出来的，这一套是我看这一套，这是第四，这第四本，这是第五。那个咱们要在四平战役纪念馆内有一组特殊的藏品。对，这个是四本。经历了70多个年头，斑驳的锈迹已在盒子上留下了岁月的印痕。铁盒内收藏的是早年拍摄的影像胶片，没人记得它上次放映的具体时间。时隔多年以后，这些定格在胶片上的内容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部拍摄于1948年的军事纪录片，记录着当年发生在四平的重大战役。当时的四平战役不仅是国共两党在东北战场上正面交锋的第一场大战，更是影响了东北解放战争的战局走向。1945年8月8日，百万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土崩瓦解。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4年抗战以中华民族全面胜利而宣告结束。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报纸的头版都在报道这件天大的喜事。深受战争之苦的老百姓奔走相告，充满爱国热情的学子们自发地组织集会宣讲，印发宣传品，整个东北都沉浸在这种喜悦热闹的氛围中，翘首以盼民主政府来接收抗战胜利果实。得到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消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然是特别高兴，对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迫使日本投降的主要力量，并且认为苏联是战后国际和平的主要力量。曾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的周保中此时也怀着同样激动的心情。1940年，抗联队伍因日军疯狂围剿受到重创，与中央也彻底失去了联系。孤悬敌后的周保中只能带领部队转移到苏联境内，并编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第88旅，
等待再次回国的时机。当苏军出兵东北，向日本帝国主义发起进攻之际，周保中迅速做出决定，抗联教导旅如果跟随苏军进入东北，应竭尽所能要迅速接收东北这一战略要地。光复之后呢，9月8号，周保中乘苏军飞机到长春大方山机场，以长春为中心，这实际就是抗联的总部了，指挥东北抗联干部接收全东北。应该说抗联呢就是最后收复东北，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然后呢，他就是指挥抗联干部进行建党建军建政工作，就是三建，为了这个建立东北根据地打下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白山黑水间辽阔的东北大地是世界上公认的三大黑土地分布区之一，这里土壤肥沃，森林与矿产资源丰富，人口数量众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争依靠的正是资源与兵源，因此东北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党的七大会议期间，毛泽东便提出东北是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其他根据地丢了，东北还在我们手里，我们能占住东北，那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保证了。中共中央当时对东北的战略地位是非常非常看重的，甚至把它说成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个保证，一个基础。沃野千里是黑土地啊，黑土地人民热情又有这个战斗力，资源又好，东北工业还好，这个是个大后方，是个大基地，从这块做起呢可能是非常好。北寇是苏联，它是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西南呢实际和那个咱们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冀辽解放区这个相连，这个位置你就是对共产党来讲就是非常有利了。当日本投降的消息通过广播传到延安后，所有关于将来的计划打算都要立即于眼下实施。在万众军民狂欢的声浪中，毛泽东伏案连续起草了7道命令，其中之一就是调集部队前往东北。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在没有条件下遭受他的镇压的情况下，我们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要武装反抗日本侵略，所以我们进行了14年苦斗，所以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东北人民才有权利这个收复东北。关于东北问题，国民党的高层也早有谋划。蒋介石在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上说，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也不保。从8月14日起，不到10天的时间里，蒋介石向毛泽东连发了3封电报，以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之大义，请毛泽东赴重庆和谈，看似恳切热烈，其实暗藏祸心。由于东北的这个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它的重工业在中国的这个国民经济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说蒋介石必然要以重工业争取东北。对于和谈，毛泽东心怀最好的愿景，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在赴重庆谈判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我准备做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国际上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也是必须去的。让出了8块根据地，那不就让出地盘了嘛，然后呢这个军队的数量比例
也照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军队比例这个削减很多。近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中国急需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空间。经历43天的艰难交涉，国民党一方终于同意在避免内战的协议上签字。这一天是10月10号，因此又被称为双十协定。人们天真的以为通过和谈，中国从此可以走上和平之路。然而战争的劫难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度过。1945年10月，共产党派遣的10万军队和20000多名干部陆续进入东北，军队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对战后社会秩序混乱的地区进行接收与整顿。蒋介石也派出3名心腹作为接收代表来到长春，要以国民政府的正统身份接管东北。日本宣布投降以后啊，国民党军他在东北啊有他自己的党组织和大量的他的特务系统啊，他为了夺取东北呢，首先因为他部队进不来，他部队主要是在大西南，他调兵还需要时间，这会儿主要通过他的党的系统和这个特务组织，马上就是招降纳叛，招降了很多土匪武装，来占据城市，来尽可能来控制城市，这是他前期做的主要工作。一时间，沈阳、长春、四平等多个地区先后挂出国民党党部的牌子，中央挺进军、东北光复军、长白军等名目的反动土匪武装多达37种。蒋渭河流严重破坏了战后刚恢复的社会秩序，给东北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1945年11月，国民党第13军集结山海关，并向驻守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发起进攻。随后，半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第52军、第94军一部也在秦皇岛登陆，总兵力达7万余人，内战一触即发。抗战胜利以后啊，争夺东北成了国共军事斗争的焦点。由于大连是国际自由港，国军他不能这个从大连登陆，而营口和葫芦岛呢又由东北人民自治军来占领，这样的话呢他就没法进入东北。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国民党军呢乘美军军舰从秦皇岛这个登陆，来从西向东来攻打山海关，这样的话呢就触发了东北内战。八路军的主力部队没全部到达，在这个山海关之战打响之后，我们就没能够把阵地守住，所以在11月16号山海关就失守了。然后国民党就一路这个北进，这样呢在26号锦州就失守。国民党在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联合美国向苏联发起外交攻势，要求苏联出面将已经深入东北各大城市的中共军政组织撵出去。当消息传至延安后，11月22号，中共中央发出致在重庆的中共谈判代表团电，在介绍了东北的局势情况后，表示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比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并提出了让开大陆、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毛主席从重庆已经回来了，那么就写这个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有个这个指示。这个指示呢，其实就是先注意不要光盯着大城市，要注意乡村、农村的小城市。1945年12月28号，正式提出了，就是说呢，准备就是让开大城市和主要交通要道，到两侧去建立根据地。尽管毛泽东在那篇文章当中没有利用8个字来概括，但实际上
就是让开大陆，占领两线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已经退出大城市的中共部队和党组织依然是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命令手下要迅速控制所有的战略据点、交通线，对于中共予以土匪剿之，以武力接收东北，彻底剿灭中共力量，是蒋介石内心的真实打算。然而国共一旦开战，最不看好国民党的却是美国。1945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中国内战要停止，并决定派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国共的冲突。共产党是讲独立自主的，完全代表人民利益，代表人民的革命力量。那这样呢，美国是无机可乘、无利可图的，所以他支持国民党，这叫扶蒋反共。他反对共产党戒备苏联，因为他觉得如果共产党、中国党在这个中国要得势了，建立政权，打败蒋介石了，对亚洲有影响，那么就对他在维持他这个全球战略有影响的。马歇尔让蒋介石他们呢，就也是美国政府的意图，让蒋介石做一些改革。蒋介石表面对和平持欢迎态度，暗地里却密电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向东北发动疯狂的进攻。蒋介石的蛮横态度让中共终于明白，要想在未来的谈判桌上获得公平谈话的资格，军事优势是最重要的基础条件。为了反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党中央迅速整合军事力量，军队正式更名为东北民主联军。1946年1月27日，中央指示东北局，务须一战大胜，杀下顽军，在东北之威风。当得知国民党军第13军89师及所属炮连行进秀水河子时，民主联军迅速发起攻击，不到一天的时间便歼敌160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秀水河子一战是中共武装进入东北后取得的首场胜仗。1946年2月，苏联红军陆续撤出东北，党中央决定在苏军撤离后迅速占领东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四平。四平是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城市，1898年，俄国修筑的东青铁路在此设站，又称五站。这里地处松嫩平原，虽无险关隘要，但铁路交通纵横，中长、平齐、四梅三条铁路在这里交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国民党主力部队以沈阳为基地，战略上兵分三路，准备夺取四平、长春等地，彻底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同年3月，东北局在梅河口召开会议，命令西满军区负责夺取四平，参战部队以西满军区第3师、辽西军区保安第1旅为主，共有6000余人。战场总指挥为3师第10旅旅长钟伟，副总指挥为保1旅旅长马仁兴。走到四平边上的时候，老百姓把他们拦住了，说我们很苦啊，你们不是八路军吗？不是共产党吗？你们要解救我们呢？说怎么回事？他说那些国民党接收大员和那些土匪们进入四平以后啊，把个四平搅得个天昏地暗，我们没法生活了。马仁兴和政委邓东哲连夜向东北局报告了关于四平人民受国民党政权及围匪武装压榨情形和与之斗争的意见。东北局明确电示，迅速武装解放四平。当时国民党辽北省主席刘汉东已经网罗伪满铁石部队残余、伪满警察和地主武装3000余人，编成保安步骑各一个团，同时配合一个警察总队占据四平。
解放四平的命令下达后，保一旅旅长马仁兴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采用一点两面的战术。一点是快，即在沈阳国民党军主力尚无反应之时夺取四平，力求全歼守敌；两面是双线作战，以市区铁路为界，保一团从市区西南波林子发动攻击，歼灭铁路以西守城敌人；56团从市区东南角油画厂发动攻击，歼灭铁路以东的守城之敌。在此之前，无论是受过国民党军校正规训练的马仁兴，还是红军出生的邓东哲，都没有经历过城市攻坚战，所以解放四平的首次战斗必须是有备而战，战而必胜。解放四平战斗进行得相对顺利，我工程部队以摧枯拉朽之势于3月17日凌晨发起全线进攻，保一团、56团、原24旅70团从城西、城东、城北三面同时发起进攻，主攻部队一营首先遭遇了敌军10多个火力点交叉射击，几次冲锋都未能奏效。一连连长刘茂林指派范增和、石连彪等，在全营火力掩护下，率爆破小组奋勇冲锋，不到20分钟就连续炸掉5个暗堡。经过近10个小时的激战，国民党守军除200人侥幸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国民党辽北省主席刘汉东被俘。东北战场上发生的一战四平，以我军全胜而告终，史称四平解放战。蒋介石得知四平战败的消息，十分震怒。得东北者得天下，似乎是国共双方的共识。有了共识，争夺便成为必然。原本迎来解放曙光的东北大地，再次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之中。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手法，在解决和谈停战的同时，秘密下令不夺下四平，不停止战争，不打到长春，不商谈和平。毛泽东针锋相对，在给林彪的电视中指出，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向我们进攻是不可避免的，望东北局立即布置一切，在顽军进入东北向我进攻时坚决击破其进攻。3月25日，中央电视东北局力争我党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也就是说贯彻党中央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考虑在适当时机将党中央机关迁往长春。4月14日，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的梅河口会议上，除去研究部署收复四平作战以外，也做出了解放长春的决策，史称长春争夺战。国民党把这个伪满的银行大楼作为一个最终的堡垒，在那死守，拒不投降。银行大楼呢特别坚固，外边都是这个花岗岩的，里边是钢筋水泥的，所以呢当时这个我军的92步兵炮啊轰上就是一个白点，所以没有办法，只能这个把炮抬上那个电信大楼，搁电信大楼这个窗户对准银行大楼的窗户往里轰击。在这种情况下，守卫的这个铁十部队伪满铁十部队才动摇了，然后在这个傍晚5点来钟的时候，他们冲出了大楼，在人民广场和我军进行了诱捕战。在我们解放长春的同时，同一天，四平保卫战打响，4月18日。四平地处平原，没有高山大河、险要关隘可依托，只是在东南郊有一些起伏的丘陵，而西南西北郊则是一望无垠的广袤平原，易攻难守。马仁兴就陪着林彪到了四平的南郊转了一天，马仁兴就把自己的方案就讲给了林彪听。其中在讲方案的过程当中，他贯穿了3个指导思想。第一个指导思想，准备打恶仗，准备长期打，
第二个，我要用铁锹和攻势战胜敌人。第三个，我要打人民战争，把四平人民全部发动起来，跟我一起参与这场作战。在马仁兴的带领下，守卫四平的东北民主联军开始在平地上挖战壕、修工事。很快，四平郊外从东南西三面修筑的环形防御工事完成。面对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王牌部队新一军、71军，民主联军指战员坚决表示，就是死了，也要用尸体挡住敌人进入四平街的路。负责四平地区防务的西满军区司令员黄克诚、政委李富春发布了保卫四平战斗动员令。中共辽西省委书记陶铸也亲自到四平进行守城部署动员。守城作战主要由四平卫戍区司令部负责。就是说，我要守住四平，就使这个东北的局势至少在我和国民党之间的这种博弈中要有一个占一个先机。那党中央毛泽东他们就说要坚决打四平，守住四平，不让国民党再往北推进了，这叫守住东方的马德里。蒋介石挑起内战的政治背景十分复杂，从国际视野来看，涉及到三国四方，美苏与国共关系纵横交错。四平保卫战期间，美国特使马歇尔也来进行调处，但蒋介石却以东北问题是中国内政为由拒绝和谈，誓要以武力夺取东北。1946年4月18日，四平保卫战揭开序幕。战役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历时10余天，国民党军出动飞机重炮，对东北民主联军6000名守军进行狂轰滥炸，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轮番发动进攻，民主联军将士顽强阻击，坚守阵地，为保卫四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第一次积累了城市保卫战的经验。这个国民党兵都是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就是国民党里的大王牌军，实际上战斗力中共方面呢还是调去的还是比较将这个不论装备还是都是比不上这个国民党兵的。总之呢，是一步不退，誓与这个四平共存亡，中央指示要化四平为马德里。我守城部队为彻底阻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东总调山东第七师、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第21团和特务营增援四平，将四平防守阵地向东西方向延伸。国民党军由于伤亡惨重，于4月27日停止进攻，四平保卫战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国民党当局调集重兵夺取战略要地四平，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暴露。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要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将四平作为东方马德里，四平保卫战的第二阶段战役随即打响。